哦，就是要打你啊，圣骑，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他如果是很顺骑的话，这一轮可能炸，没有武器，没有两费手下。其实武器跟两费手下也只有，好像还蛮多张的。他应该也是要整装吧，可他整装杀掉的几率还蛮低的，不会还是要整装一下，不射白不射，整装杀掉几率是一二三八分之一。一下也不错。真杀吗？真杀掉？顺风斩。那一只还是蛮亏的，而且他下下轮可能会下其他东西，然后有可能神抽其他东西。我是谁？不关你的事。哇，GG 啊！GG 啊！GG 呀！哦，金色的运动精神。这好忏悔啊，超难赢的。这什么鬼啊？这好像没好到哪里去。这场应该狙啊！这对秘密胜率大概是大概60%左右，感觉啊，至少有60%。
一下标题好了。应该比六层还大。到底是几层呢？其实我可以看 deck tracker。武器赞。两把。愿一路班指引我的长枪。完工了。枪肯定会炸。欸，他有。他是用钱币出的吗？我脸受伤的话，战斗狂怒也会比较好用一点。不过前期这样真的很弱。等一下，下轮再决定要用哪一把。这张，他应该用这只撞。他如果用这只撞的话，他出来一飞手下来会被我这个烧到。所以我对圣骑的胜率是 63.64%， 打了11场，我们遇到11场圣骑，2场法师，当真遇到2场法师完全没有记忆，然后5场德鲁伊，4场萨满，1场牧师，1场战士，1场猎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只有7个职业。等下，这为什么活着？哦，沉默掉。所以我下轮可以用这个的炸弹，想办法把这个炸死。要我进攻哪里？哇哦！上吧。是。哦耶！呵呵呵。养兵千日，毁在一时。
这是什么？他的啊？他金色德鲁伊。等一下，我在做什么？我不应该骚扰这个。搞不好我应该知道，这样会比较怕什么吗？好像也还好。哇，真是蛮土豪的德鲁伊，我还不知道他哪张牌不是金卡。心灵之怒，斩杀，多抽一张，或是不用哦，这样可以不用。等一下，我其实应该先抽的，应该先抽的。想完还是会输、喔。对啊，这样还是会输。哦，没有 combo， 好说好说。护甲保证合用。把群压，算我一分。烤鱼，不好意思，好吧。这样搞不好反而是出这个比较好。嗯，猫头鹰要送进来。嗯，战斗狂怒。顺风斩，fuck！ 我的刀刃可求鲜血。我觉得两个妹子都快变成隐藏职业，什么？盗贼跟谁啊？法师吗？法师其实还有遇到两场。盗贼，所以我没遇到到底是谁？我没遇到盗贼跟
跌上去，术士哦，对，术士，没遇到盗贼跟术士。金色之战斧感觉好爽啊！哦，有灰。我对德鲁伊胜率超高。88，现在又变成比88更高了。不过才六场赢五场，等下法师哦，有可能是兵法。哦，我有第五轮的四个奴隶主 combo。好像是兵法哎、护甲保证何用？不是、护甲保证何用？欺骗我感情，竟然不是兵法。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，连火炮。送的他拿盾不重要，他传到这只很弱、啊。抽得很凶啊！大群呀，算我一分！大家都进来吧！好个！大家都进来吧！大家都进来吧！像让多一只这个活下来，
零件。镜像，谢谢。如果不是镜像的话，就是罚翻了。两张镜像都解掉了。火球。这个顺序超错的，大家都进来吧。这最后一只的呢？可能有烈焰或什么的，可有烈焰他应该会马上解吧。只要除了四只让我觉得毛毛，而且他其实没有出什么东西。哎、okay ，一张火球，护甲保证何用？这里被火球弄掉。可是如果这只不出的话，他应该会用火球弄这只。他可能有野猪或是变羊，大概只会带一张。可以。理论上有烈焰，他应该会更早出了，除非他神抽什么的。一发飞弹，清刀脸，想要吗？我有过，他直接下吗？嗯。又是一个绿不到牌的时候啊。想要吗？哇，我有货，太顺了吧。刚好在大家都要干牌的时候，
16，木炭16滴。他应该对这只已经有准备了，所以还蛮糟糕的。哎，这只会被这个跟英雄人解掉，糟糕啊！这法反吗？What the fuck？ 这不是少打一点伤害吗？哦，少拿盾，少放了一把武器上来。三十不是法反，那是什么？什么怪东西？啊！爆炸了！四张是怎样？斩杀。一二三，没有人能没有人打得好。我好像应该回的。灰的，他为什么会绿这么多牌啊？两个科学家呢？等一下，他拿了两颗火球，他咒术师给他两颗火球，不对，有一颗是安东尼给的，有一颗是咒术师给的。我打了四颗火球 ，OK。